生活中的意外无所不在，每年有超过1100万人因意外伤害就医，并有30万人因此住院。每50秒就有一人骨折，其中以年轻人比例最高。更可怕的是，一年有超过37万人因交通意外受伤，其中1928人因此死亡。意外伤害在十大死因中排名第6，而且在青少年死因中排名第1。人生中大小意外的风险随时存在，还好国泰意外险帮我们以小金额换取全方位保障，为无可预知的意外做好打算。